受伤，你现在还站在这里，可以看得出来你对金钟奖的这个重视啊，吼。没错没错。饰演啊老公的小仲哥，跟你现实中的老公杨明威都入围了男配角奖，你觉得你看好谁呢？哎呀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真的是没有办法。说如果万一你得奖，会不会抱你上台？是他会鼓励。他说他们两个一起坐轮椅。他说他腰也受伤。送他白眼。去年刚拿下一座金马奖的方志友，欢迎，欢迎你来。哇，今天也是非常的漂亮耶，要不要稍微转一下，看看一下你的背？今天呢，穿了很漂亮的钻石的礼服，然后戴了很美的 Bourjon 的珠宝，非常非常开心。虽然不能走那一段路，但是我还是要来这里美美的受访一下吧。好的，那我有一个问题想先请教你哦。有点小地狱啦，齁，就是在你剧中啊饰演啊老公的小仲哥，跟你现实中的老公杨明威都入围了男配角奖，你觉得你看好谁呢？哎呀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真的是没有办法。而且还有我今天的轮椅其实是李仁哥赞助的，所以我更没有办法做选择了，就希望大家都可以，希望开出一些三蛋黄。对耶，你受伤，你现在还站在这里，可以看得出来你对金钟奖的这个重视啊，吼。没错没错。好，那虽然呢你现在有点站得不是很稳哦，可以的。但是呢，我相信在你的演技上已经稳如泰山了，也预祝你今晚能够顺利得奖。谢谢谢谢。里面请，谢谢。好，小心小心小心。